个 time when I need someone， 身边的世界起个星星温，却是一切无可能，便无穷可能，太震撼。Every single time when we have some fun， 根根相隔了半毫米的吻，越过千万人，让四周落尘，危险的交界，一双双脚印。其實我咁急不及待去 post 嗰張相，原因都係因為我發覺我自己好似好耐冇出歌嘅感覺，知好多 fans 佢哋都等咗好耐咁樣。唔係 every single time 喺對上一次演唱會都過咗成年，咁大家都會好驚呢一隻歌冇一個正式嘅版本，所以想話俾大家聽，其實有用心去做嘅。咁我都好多謝張學聰前輩寫咗一隻咁好嘅歌俾我咯。聽到呢一隻歌嘅時候，真係覺得好適合。有麥聲同大舞嘅一隻歌，咁亦都真係好對佢唔好意思，我想同佢講聲唔好意思，拖咁耐先出。今次呢隻歌，當我揾 Stephen 嘅時候，我係有好簡單地提出我最開頭嘅諗法嘅，咁但係我今次都唔似以往咁樣，我覺得需要去太堅持自己好多意見咁樣。我覺得我既然揾咗阿 Stephen 前輩去幫我執到呢個 MV， 我覺得我就完全非常之信任佢。當然，我覺得作為歌手一定要有自己嘅諗法啦。Stephen 佢本身佢都係一個好優秀嘅導演，佢都好啦。我覺得 Stephen 老師就一直都好有耐性，對佢聽我講我講我想做嘅嘢，而佢喺佢做到嘅範圍內都盡量做俾我咁樣。我的確係好多。靈感是要在半夜三更才想到，即刻想到就即刻講，通常都是半夜三更，很不好意思的。MV 製作方面其實都完全都好放心交俾佢 ，even 我哋最後意見可能個方向唔一樣，但我都完全係信任佢嗰個方向係會有另一個感覺俾我。當我睇到個成品嘅時候，其實我係完全覺得超乎我自己嘅想像，完全冇諗過黑白呢一個風格嘅。但係當我而家睇翻成隻歌畫面，再聽翻隻歌，就覺得啊，黑白係真係好 match 呢隻歌，所以都好佩服阿 Stephen 可以諗到黑白呢一個概念。其實我一路以嚟都中意拍啲，無論嗰啲電影啊，都係喜歡有啲動感嘅。咁無論係功夫啊，即係動作啊，或者跳舞啦、啊，我都拍過。咁我都好想同年青人合作一下。我直接知道阿姜佢非常之叻跳舞啦、啊，咁就想吸收一下經驗咁咯。好欣賞阿姜，佢都俾好多即係佢嘅想法啦。導演有時都中意同一啲人困係有佢嘅思想噶嘛。咁我都有啲嘢 bounce 譬如話我同佢講話，其實我覺得我想拍一啲好似 film noir 嗰種感覺嘅，即係美國譬如話四五十年代嗰種黑白片，咁通常嗰種都係好 stylish， 好有風格。咁我就覺得係喎，應該出嚟，我覺得會係幾有趣。佢未拍過黑白，所以其實都係未做過嘅嘢，創新一下。我覺得佢有想法啦，最緊要亦都係靚仔啦，咁啊，咁啊，睇呢個 video 你就知道佢有好勤力咁樣去排呢隻舞咯。就係因為佢嘅想法好多，佢就會係比較有咩就話我想咩，唔可以講話即係一個缺點，不過只不過係佢諗好多嘢嚇，同埋下次早啲瞓覺，唔好咁夜 text 我唔該。OK， 有時我唔記得識。熄機咧就俾你嘈聲。我有啲朋友知道我同佢拍，今日標準即係 test 手，佢哋仲想我偷影，我又話唔可以偷影。跟住佢哋話：咁你哋一定話俾我聽，馮德蘭好靚仔。我話係，真係好靚。佢哋係咁關心你嘅。係好榮幸可以俾佢。得㗎啦，好難先講到啱啱嗰句，得㗎啦，得㗎啦，好欣賞嗰句咯。真係啊，真係，所以好感人。現在到台灣台北。麦声跟闹只是我要求的，都需要跟道具混熟。对，你要混熟需要时间，那就继续。但是有时候人生就像这样，能突然做得到。我在唱你的歌啊！还有我觉得很有趣的地方就是。台湾人讲普通话，然后跳舞。这次要拍的 MV 就是《Every Single Time》。
係坐喺度，但係你基本上你當係等電話，之後你可以接你。搭到一起的单子票。为什么那么高？之后只要听嗰只歌，你会永远都系啊系啊系啊，永远都会有。哦，只歌我就大拎住你呢只歌。捉紧呢个位，而家有少少拉埋你个位。请大家 subscribe、comment 同埋 Live View One HK 嘅 YouTube 频道，再 follow 埋我哋嘅 IG 同 Facebook 咧。